主席，啊，他俩都等半天了。哎呀，那等你早点告诉我就好了。嗨，哦，子辉同志，沈巍同志，连你们久等了。哎，主席，您回来了。我们终于见面了。是啊，我一听说您带着红军把漳州打下来了，我就马上从下关赶了过来。没想到紧赶慢赶，我还是来晚了呀。一点也不晚。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好，坐。哎。 这俗话说呀，好饭不怕晚。是啊，一苏大的时候啊，你被任命为中央的执行委员，后来呢又被任命为中央的财政部长。现在我们苏系的经济出现了困难，你呀要赶紧的走马上任才行了。好的，主席，我处理完手头的事儿，马上就去上任。好啊，沈巍同志，哎，曾志同志，你们在漳州的工作做得可不错呀。 现在我们红军在漳州的工作，还需要你们大力的配合和支持才行啊。主席，您放心吧，我们漳州地区的同志一定全力配合。嗯，好啊。主席啊，我们闽南的同志啊，都希望咱们红军能在这儿停留的时间尽量长一点，这样的话，可以帮助我们的地方武装把闽南的苏区尽早的建立起来。呵呵，我们呀，这次攻占漳州啊，并不是想长期的占据这座城市。 也不是想攻打像厦门、福州这样的城市，我们的主要任务呢，是要把粤闽的敌人给调出来，伺机寻找战机。还有一个任务啊，就是给我们红军筹集粮食，还有军饷。像这样的大城市啊，长期占据啊是不太现实。所以啊，这几天我写了一个报告。 准备递交给中央局。来，你们看看，这样部署行不行啊？哎，主席，您的这份报告写的非常符合我们闽南的实际情况。哎呀，主席，真不敢相信呐，你来闽南的时间不长，但对这儿的了解却是一点也不少啊。是，这个没什么呀，只要我们的两条腿、眼睛和嘴巴勤快一点就是了。 你看啊，这腿勤快一点呢，就到处多走一走；眼睛勤快了呢，就多看一看。至于这个嘴勤快一点啊，不懂啊，就多问一问嘛。主席，哦，怎么样啊？你看看谁来了？吉林同志，毛行长。孙志同志，毛行长。哎，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啊，就是你们中央的财政部长邓子恢同志。子恢，哎，这位就是毛泽民同志。哎呀。 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啊，毛总务，毛行长，你好啊，董事长你好，早就盼望着你的上任了。我听主席多次提到过你，说邓子恢同志拜过孔夫子，还留过洋，打过游击，还跑过行商，在财政方面那是离手。以后工作上的事情，我还得多向你请教请教。哎呀，哪里哪里，这主席啊是过奖了。哎，孙明同志，我刚才和主席已经汇报过了。 暂时呢，我会留在这儿配合东路军工作一段时间，等这里的党组织建立起来，我就马上去瑞金上任啊。我看啊，这上任呀，未必要到瑞金才行，在这儿也是一样的。你看，现在国务司对财政比较混乱，所以你们工作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统一财政，只有统一了财政，才能充足我们的国库，更好的支援我们的革命战争啊。是啊，邓部长，对对对，主席说的对。 那这么说的话，今天我就算是正式的走马上任了啊！<笑>好了，董事长，我们的纸币这都设计好了，就等着你上任之后签字复印，好早日发行了。<笑>还有啊，怎么样？你这个筹款委员会的工作，要多向协民和曾志同志学习，别忘了啊，我们现在可是在人家的地盘上。<笑>主席说的对，正想听两位帮我忙呢。您说。 我们最近啊，正准备组织当地的商会代表一起商议一下这筹款的事情，所以我就想呢，你们两个人对这边熟悉，请你们帮我推荐几个合适的同志，这样方便我们搞地方工作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毛行长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<笑>那就谢谢两位同志。听完刚才大家说的啊，大家来自全国各地，那有东北的。
有山东的，有河南的，还有陕西的，不管来自哪里吧，大家都是穷苦人家，有的为了生计被迫参军，有的是呢被国民党抓了壮丁。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当国民党的兵到底为谁打仗呢？当国民党的兵自然是为国民党打仗。对呀。说的对也不全对，那国民党又为谁服务呢？国民党啊，是为军阀头子，为地主老爷们，甚至洋人大老爷们服务。所以你们打仗呢，说到底就是为这些欺压穷苦百姓的军阀头子、地主老爷，甚至洋人大老爷们去打仗。你们说我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那我再问问你们，知不知道红军是为谁打仗的？都不知道吧？我告诉你们啊，红军呢是咱们穷苦大众自己的军队，我们既不为军阀打仗，也不为财主打仗，更不会为那些洋人大老爷们去打仗的。我们不但不为他们打仗，还要打倒推翻他们，解放我们的穷苦百姓，让我们所有的穷苦百姓都能自己当家做主。当家做主，像我们这样的人吗？对，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民大众。那包括我们的父母、我们的妻儿和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吗？当然包括我们的父母、我们的妻儿、我们的兄弟姐妹啊。这是我们的战利品，缴获国民党的，一共啊12码，你签个字，我好入库。王行长，新民，你好。你要的人，我给你带来了。新民呐，你这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一直都没变呀。我给你介绍一下啊。这位是王占春同志，是咱们地方游击队的负责人。占春同志，你好。王行长，你好。这位是他的同学，进步青年高杰成同志。小高同志，你好。王行长，你好。这两位同志啊，都是咱们漳州本地人，对地方的情况呢也比较了解。尤其是这个高杰成同志，这可是个理财小能手啊，受过高等教育，思想觉悟也高，我相信他肯定是毛行长急需的人才。是啊，两位同志能够来到我们筹款委员会，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，帮助我们搞地方工作，真的是太好了，感谢啊！来，咱们坐下说吧。坐下，高总。这个杰成同志啊，虽然说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，但是呢，他一直在为咱们的地下组织做宣传工作。之前在上海的时候啊，也是在为了革命事业发挥着自己的作用。你像这一次我们游击队和赤卫队的扩充，还有运动协会的发展，这都完全得力于杰成同志在百川银庄对我们的资助。百川银庄，对，这在漳州可是出了名的商号啊。是啊，王行长，杰成是百川银庄的出纳。他叔叔是百川银庄的经理，对，而且叔叔现在又被推举为临时商会会长，红军筹款的事情可以找他协助。对，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得到你叔叔的支持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毛行长，这件事情交给我，我来做你们的引荐人。小高同志，谢谢，太感谢了。另外，毛行长，我还有一个请求。有什么事情你说。我想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跟着你们一起干革命。好，那你写一份申请书，我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。谢谢毛行长，那我就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。好，
想要自己刀，找死啊你！反了你了！你敢打我？去！哎哎，别打！别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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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捐。 谁愿意捐谁捐，反正我是不捐。叔叔，您说您挣这么多钱，你不要做守财奴嘛？天下乌鸦一般黑，我看他共产党跟国民党没什么两样，表面上说什么借钱捐钱，实际上那就是抢。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叔叔，国民党他是拿着枪顶着你的脑袋要钱。 共产党可没这么做，共产党是没有拿枪指着我，但是让我侄子来对付我。叔叔，我是自愿充当说客的，可不，这往外扭，你呀，可真是我的亲侄。哼，叔叔，红军打仗真的是为了天下的老百姓。再说了，您平常不是也做慈善吗？那能一样吗？ 那怎么就不一样了呢？对，虽然你们的目的、你们的过程不一样，但是你们最后要的结果，那都是为了天下的老百姓嘛。我心里怎么想，我自己知道。至于共产党安的什么心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叔叔，叔叔，哎，你怎么就这么泥古不化呢？行。 我不跟您说了，这样，你走到大街上去，听听老百姓的声音，看看红军是怎么做的。行了，别说了，你就是触破了天，这个钱我也不会捐。叔叔，叔叔，在红军，我们从来不辱骂、殴打、处罚俘虏，我们都是讲民主的。 所以我想，今天你们也可以讲一次民主，要不要处理张二麻，由你们自己来决定。真的让我们自己决定？真的由你们自己来决定。那我先表个态。好。张二麻在国军当连长的时候，不仅抢劫民财，还强奸过良家妇女。请红军枪毙了他。 李二蛋，你找死！你不想活了，你！你的指控很严重，你有证据吗？大家都可以替我作证。对，混蛋，都是混蛋！你呢？也同意枪毙他吗？你不是说红军讲民主吗？现在民意就在这里，我这票根本不重要。但是我还是可以告诉他，如果我现在手里有把枪。 我会一向崩了他张二毛，千百兵，当初老子在战场上就该一枪毙了你，早该枪毙你了！什么玩意儿？早该崩了他了！混蛋！混蛋！吃里扒外的东西！混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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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混
至于要不要枪毙他，我们一切按照法律规定来。大家说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好。从今天开始呢，王占春同志就负责协助国际物资的工作，高杰成同志就负责协助筹款和对账的工作。大家掌声欢迎两位新同志的加入。我是漳州地区游击队的负责人，对此地情况比较了解，大家今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来找我，千万不要客气啊。协助红军筹款啊，是我分内之事，大家以后有什么财务方面的问题随时来找我。同志们，
对我们肯定是有好处的，就我们两个聊聊天吧。 我先说说我吧。1877年呢，我生于湖南长沙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。9岁的时候，父兄因分鱼不识字，受人欺压，凑钱送我去读了私塾。那时候我不明白，为什么。 一家人起早贪黑，辛苦劳作，可家里始终是一贫如洗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是我们懒惰吗？是我们不够勤奋吗？还是天注定我们就该受苦？很长一段时间呢，我都找不到答案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终于明白了，不是因为我们懒惰不够勤奋。 也不是什么天注定我们就该受苦，也不是什么天注定我们就该受苦。一切都是因为地主老爷们在剥削我们。你是怎么明白的？马列主义是他让我认识到了我家悲惨命运最根本原因，也是他让我认识到了人。 是可以改变命运的，改变就是革命。哎呀，全中国像我这样悲苦的家庭还得有多少啊？4年前，我被国民党抓了壮丁。 被抓走的时候，我娘还卧病在床。我爹死得早，他是因为钱高利贷，土财主活活给打死的。从小我就跟我娘相依为命，我真的想象不到我娘没了我，她应该怎么活。于是我就求他们放我回去，我跪下来求他。 可是无论我怎么样求，他们就是不肯放我回去。于是没多久，我就听到我娘病逝的消息。我甚至都没回去送老人家最后一程。我真的不想。 你是个孝子，你是个大孝子，是国民党反动派，没让你尽孝送终，是他们害死了你的母亲。我恨他，我恨那些土财主，恨那些军阀，恨这个可恶的世道。 大家好，今天在这里，我要告诉大家，我们红军的俘虏政策向来都是去留自愿，想留下来的我们欢迎参加红军，想走的。 我们发放路费，绝不阻拦。放我们走还发路费？对呀。报告，我想回家，我家里还有病重的父母需要我照顾呢。好，到前面签字领路费。还有要走的吗？报告，我想回家。好，到前面签字领路费。报告。
我也想回家。好，到前面签字领路费。还有要走的吗？报告。你也要走吗？ 好吧，到那边签字，领路费。以前我总是听说，红军的长官爱兵如子，官兵平等，什么事都是民主做决定。那时候我们根本不信。 因为在国民党的军队，这样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，所以我们不信。但是我当了红军的俘虏，我亲眼看见了，我信了，所以我不走。过去的30年，我算是白活了。我要像红军一样，真正的为天下像我们亲人一样的穷苦人而战斗。从今天起，杀反动派！ 到红军的兵，杀反动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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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红军的兵。从今天起，我不再叫钱白兵，我叫钱红兵。欢迎你。 欢迎大家，同志们，请允许我叫你们同志们。欢迎同志们，加入红军！全体都有，站立！参谋长，这是你今天募捐的情况，你看一下。 我觉得这笔账还是有些问题，先把它核一下。哎，好。哎，来来来，哎，小秦啊，哎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哎，好好好，谢谢。哎呀，哎，邓部长怎么来了？邢同志，邓部长，忙着呢，你们。啊，是我们清点一下筹备的物资。看来收获不小啊，这么多物资。是啊，谢军，看来很开心。哎，一共是6袋。16袋。邓部长，哎，有事儿，是啊。 有个事儿，我想请你帮个忙啊！啊，往屋里说吧。是这样，之前主席指示我，让我抓起统一咱们苏区财政的工作，其他的都好说。就是这具体的技术问题啊，我实在没什么好办法。哎，你是咱们国家银行的行长，这事儿我得好好的请教请教你啊。不不不，这件事情你不能向我请教，统一财政的工作我是真没做过，这个忙我是帮不了。 董事长，我帮你推荐一个懂行的吧。好，没问题。
曹菊如老师。老板，谢谢你对我们的捐赠，这个呢是您的捐赠证明，您拿好了，祝您生意兴隆。啊，谢谢。红军为民请命，我们尽点绵薄之力也是应该的。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谢谢老板。啊，没事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再见，再见。季军，你这边怎么样？我这边也差不多了，今天募捐任务已经完成了。那就好。俊涛他们呢？俊涛，他们在鞋店呢。行，那你先回去，我去看看他们。好。俊涛，哎，马校长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我们在这试皮鞋呢。店老板呢？啊，老板不在，我已经清点过了。这家皮鞋店应该捐200块钱，正好5双皮鞋。你看，我们都挑出来了，怎么样？啊？你们怎么能随便动人的东西呢？赶紧把鞋脱了。马校长，这些皮鞋都是咱们的呀。再说我已经留好条子了。莫俊涛同志，我们的三大纪律8项注意中明确指出，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。你们这么做像什么样子？让店老板知道怎么想我们。把鞋都脱了，放回原处。都脱了。是。快快快，都脱了。把鞋放回原处了，你们先出去等我。是，咱们先出去吧。基本原样，丝毫没动啊。红军这样的军队真是纪律严明，事先少有啊。老板您好，首先在这里向您道个歉，说一声对不起。您没有在店里的时候，我们的红军战士动了您的血，现在已经都恢复原位了，希望您见谅。哎，同志，你们这烧什么呢？邓部长，我们烧的是收缴的国民党的一些东西。对。哎呀，这些纸钞不能烧，快快灭了灭了啊！哎呀，邓部长，为什么不能烧啊？这的确是国民党的钞票。但是你们知道这些钱在白区可以为咱们红军买多少东西吗？这个我们还真没想到。对，这也不能怪你们，你们只知道把国民党的东西毁掉，但其实啊，错的不是东西，关键要看谁用。只要能为我们红军、能为革命所用的，它就是好的。啊，知道了，我们知道了。行了。哎，收拾收拾。哎，这应该。
这可能是个好办法吧，局部同志，曹局部老师，邓部长，什么事儿？哎，下来，邓部长，哎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局部同志，我找到技术问题的解决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你看看。这可是个宝贝，你在哪儿找到的？啊，他们在那儿烧收缴的国民党纸币和一些银行的这个票证，让我给拦下来了。我就发现这个了。哎，你说咱们能不能以这个为基础，设计出属于咱们苏区财政的收支账册呀？太能了，邓部长，你找到的是一张大银行的撕裂发票，这张发票为苏区财政的统一工作，大大的节约了时间成本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哎，那事不宜迟，咱们再进一步的研究研究。走。真是看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老板，哎，这生意怎么样啊？生意好得很，这是托红军的福啊。哦，好啊。老板，你这个果子看着很新鲜呀，甜不甜啊？甜不甜？您尝尝。哦，谢谢啊。嗯，甜得很啊。攥着这个，给我腰上二斤。哎哎，老板，怎么卖啊？哎呦，老总啊，送您了，怎么能收钱？不收钱？这怎么行啊？你这个小本生意也不容易。我怎么敢收您钱呢？那你不收我的钱？别人来买你也不要啊？那都不收钱的话，我还怎么做生意呀？这不就对了吗？你啊，不要多想。我们红军跟其他的队伍不一样，我们是天下劳苦大众自己的军队。我们有纪律，买了老百姓的东西就一定要给钱。多少钱一斤啊？两斤一个大子儿。哦，好啊，趁高高的。哎，老板啊，我们红军进城没打搅到你们吧？哎呦，没有。不仅没打搅，红军一进城连小偷都没有了。好啊，来一个大子儿，您收好。哎，祝您生意兴隆啊。您慢走啊。哎，谢谢。你们放开我，你们放开我，你们凭什么抓人呢？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主席，主席，我们按照规定在募捐，这个人不但不捐款还骂人。我没有骂，我是给他们讲道理，我不想捐款还有错了？我就是不想捐，怎么了？主席，您看到了吧？他就是这么横。按规定，每个商户都应该捐款。我问过了，他就是资本家，当地有好几间铺子，听说国外还有。我不是资本家，我是华侨。你们就随便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抓起来了？这位老先生，您呀，先别生气。哇。先向您承认错误，让您老啊受委屈了。我呀，先代表我们红军向你道歉了。看你这位长官，你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老先生，是这样，我们红军啊向来都鼓励商业活动，也是保护像您这样的商人，无论是咱们国内的商人还是像您这样国外的华侨，我们都是鼓励和表示欢迎的。我们红军呢，打击的是军阀、官僚、地主、豪绅、恶霸这些剥削者，我们不能让他们骑在咱们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的。今天您受委屈了，我代表红军向您道歉了。这位长官，我接受你的道歉，我接受你的道歉。好，谢谢您。好，各位乡亲们啊，我们红军啊，一定向大家保证，我们一心向民，一定要让革命的火种在这里形成燎原之势，真正实现人民可以当家做主。你们两位小同志，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工作态度，向老先生道歉。
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以后一定要注意，你们去。是是。老先生，您家住在哪边啊？我送您去。我就住前边。我送您。啊，不不不，是这样，您啊是德高望重的华侨，我呢正好有很多事情向您讨教。啊，那好那好那好，我们走走。好好好，来，您请。好好好，好好好，哎，好好好，老先生，哎，让您呐受委屈了。主席，那么着急找我，什么事儿？上来。事儿了？什么事儿？我让你去募款，你就把别的商人给抓起来了。我们把别的商人抓起来了？泽民呢？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怎么能这么糊涂呢？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真的是不知道啊。哦，那我告诉你，今天我去市场做调查，发现你们募捐的战士把不愿意捐款的商人给抓起来了，要干什么呀？我们来到这儿，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宣传革命，宣传我们红军的政策。你们倒好，你们这么做跟国民党反动派、跟土匪还有什么区别？别着急，哥，出了这样的问题是我的疏忽，我向你检讨。我现在马上就回去整改，向同志们再强调一下政策。泽民，你过来。我也知道，这不全是你的问题。这段时间，你为了捐款的事情，也是辛苦了。但是这政策，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，切不可以为这是件小事情。这可关系着我们红军的信誉，关系到人民百姓的切身利益。我明白。去吧。杰成，杰成，你看谁来了？叔，你干什么来了？你说来干什么？你不会是来？当然我是来捐款的了。杰成啊，高会长一声令下，我们啊大家也都跟着过来捐款了。太感谢了，谢谢叔叔，谢谢各位长辈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就别谢了。杰成啊，你说的对，我错了。红军跟国军是不一样，跟其他任何军队都不一样。我捐300大洋。我相信，但凡眼睛不瞎的人，都能看得出来。谢谢。红军以及红军的领导人，那才是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人。红军，好啊，我捐一点，就凭这一点，这个款我们必须捐。大家说是不是？是。谢谢叔叔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长江水向东流，漫漫长征路无尽头。曾经并肩的战友，是否已化作那满天星斗？待我荣归后再聚首，恰同学少年。
层层的道都显出朝着阳光走不回头是谁鲜花开满山。